回来取东西，我爸说给我老丈人拿点东西，我这在医院先回来的，一会儿还得赶紧回接他们。哎呦，哎，老乡，你这怎么口罩戴上了呢？我要不戴上，我再不戴上完了，我再不戴上，咋了？哎呀，你奶奶这嗨嗨嗨，你奶，你妈这样，这样式的。啊，他都干，我奶也那啥了是吗？嗯，咱不知道啥样，就我就这，哎呀，搁中间呢，我跟你说，我要不感冒啊，这算我体质强了。那你染上了？我就戴口罩了，完了你。你怕你们谁回来啥的，我戴自己口罩。拿啥玩意儿？他俩回来，我也戴，是吧？别传染我。那可咋的？你这咋喝了？刚完事啊？嗯，在那个上张所去吃口饭，喝点酒。啊，嗯，对，喝点酒。拿啥呀？拿完我好走，完了我还得那啥，我还得回去上医院接他们去，还没整完呢。拿啥？拿。你这从哪那啥的？你老丈人老丈人来。一天好饭也没吃着，初那个大年初一，你儿子家我大孙子，这家这个住院开始，哎呀，你老丈人家在哪？就在那帮忙活着，拿啥呀？啊，我啥也没拿，哎，搁那买根烟，买啥烟？来，这酒是啥？你知道吗？啥？嗯，这酒纯小时候的。你看这高粱小勺的，我那别的不给他拿啊。啊、哦。拿高粱小勺的，那个，这酒也拿了。一天给他拿软的。哎呀呀，你软的，你这可没少没少买呀。这都不行啊，这都不行啊！你这我大孙子有病，哎呀，你老丈母娘在这块儿，一天天的，从哪来？今天几天了？六七天了吧？那得多了，还六七天，都得十来天了。十来天了吧？没吃饱，没喝好，这我心中过得去啊。那什么去了？哎呀！哎呀，这家伙的，还是颠去了。颠啥呀？嗯，啊，这小烧酒更好了。行，他就好这口，他也不吃别的，不喝别的。那给你老丈人取了些东西了啊？对，特意从那个小烧的那个小六上我接的啊，跟老丈人的啊。从哪老丈人跟老丈人来，俺俩就吃了一顿饭。嗯呢，那也不行啊，关键是。我怕啥的？我怕我感冒，我再传给他，完他再传给你们。是，对吧？这来这段时间了，你这说话的话，就这点酒烟啥，这都不，这不是你，这不是你，我是干啥的？这我一点心意啊，这啥烟呢？啥烟你也不认识？啥烟？这多少钱一盒？十五。嗯。啊？十五。哎妈，这么贵呢？那这还贵啊？一盒啊？啊、哎，那一条啊？哎、行吗？少啊，少不行，明天再买点啥？咱都没看过，那都没看过十五块钱一盒的烟。是你净抽五六十的？还五六十的、啊？哎呀妈，抽最贱的！哎呀妈呀，你啥你都最贱？哎，可真的。啊、你昨天啊，人家糖怎么让你拿走了呢？啥糖？我那人给我老丈人拿紫皮糖啥的，你昨天不上取盘啥，你给我拿走了啊？那我给你年前给你拿糖呢？哎呀妈，那拿回来那搁那摆着的、啊，那不得那吃了呗？你都吃了？不是那两袋那还糖吃啊？哎呦我的妈！那我要吃多少糖？我愿吃那玩意儿，我要一气儿，我要吃我那半能吃半袋。那你吃到时候我再买呗。你这家人家给人拿的，人搁那块儿，我这两天忙的都不行了，都这家。哎呀，完到时候让你给划了走。不是，那么老多，他能吃他拿走啊？你要那对呀 啊, 啊，人给他拿回去。那老多呢，他走的时候他长几只手啊，他能拿了吗？你爸还给拿这些东西，你们再给拿那些东西啊，整那能拿动吗？那整拿不走，拿不走不行，快递发走呗。哎妈呀妈呀，这家伙快递呢，这家伙给你老丈人拿啥的，宁可花钱搁快递邮你都能邮。那整这家伙吃点心疼肝疼的，心疼八疼。那你关键你也会赶呢，问题是那怎么人家来搁这遭多少罪你咋不说，你光看人吃了。那多少包子呢？啥呀？妈呀！哎，你看看，谁给你下蛇了？下什么蛇呀？我说他们给你下蛇了。你干的事还用人下蛇呀？回家我就看着了。哎呀妈，那多少包呢？那除了你还能有谁拿的？心里还怪有数的，你这咋跟这让娘整个臭整啊？那咋的？人可以特意领搁哪呢？吃两顿，吃两拿着。我
早吃了，剩不几块儿，搁那块儿。你还挺能吃，你咋崩他搂被窝吃的还能啊？那还有病，你咋不去？那你说那玩意儿，那谁好吃谁不谁不？哎呀妈，还有病，你可别让他去了，去我都害怕了。那还有病，你咋不去呢？那我不有病了吗？我不感冒了吗？那糖你咋能拿回来呢？说那玩意儿，人赶的是时候，你赶紧把口罩戴上，不行，我这戴口罩都害怕呢。这咋？昨晚这干巴脚，我说咱们那脚咋不知道搁哪拿回来？那你让昨天他偷摸上楼你们取盘的时候他拿走的，拿不到说是喝的，告我先走。不是我看到老西呀，你那一大堆，你都有二十来包，可能是。嗯。还给老丈母娘都拿走，那哪百娘吃了？吃不了扔他呗。你说给我才给两包，给他老丈母娘留十来多包。拿十来多包，可真能扒瞎，十多包能拿走啊？瞎你还？人一人两包的玩意儿。我要给他吃，省他拿沉回来。对对。那你拿吧，那你也去吃了。您拿多少包？您在这个伺候娘孙子呢？真你说的，你这你记住啊。孙子那他不赶上了吗？你过以后，你过年，我就是你不喜欢糖吗？以后过年年年我给你拿两包糖，完事。那你就拿，还拿上糖。嗯，行，那也行，行，挺好，也值好几十呢。那还咋的？你也就值这点玩意儿。多晚回去？谁？你老丈人给送家去啊？他说来住到年底。哎呦我的妈！不走了，说在家安南营大寨呢。不是，那搁着就是养老了呗。啊，有这想法。哎呦我的妈！咱家不有这条件吗？妈，到时候等占地了，钱都给他养老。哎呦我的妈！指我占地给他养老那啥，你占地，人大伙占地，不你自个儿占地。大伙占地，你多点地呀，还你占地，给你老丈母娘养老，哎，怎么好意思说呢？有点就够呗，那玩意儿有点是点。你要说给你妈养老吧，这让人听着还是那回事儿，还给他老丈母娘养老。哎呀，我老丈娘对俺们也确实真好啊。哪嘎好啊？就看看孩子好了。那咋的？看孩子还不行啊？那我是感冒，我要不感冒我也能看。哎呀呀呀，你可拉倒吧你！你这要看十来天呢，不得干二百来包糖啊？得。妈，那糖值多少钱呢？吃出糖尿病了呢。是糖尿病呢。哎呀，这烟一会儿拿走，还有酒。完了，我给我老丈母娘还准备了十来样东西，这回可行了。还有饮料呢。还饮啊？饮料干嘛呢？有。有拎着，因为我还留喝呢。一会儿蹦走，嗯，走。拎着留着，谁喝那玩意儿搁家？天天吃糖，那吃饮料。那玩意儿搁那慢慢喝去呗，他也不过期。不过期。完到时候你都得瑟给人了，完到时候过后你查了还得花钱买。买呗，占地了，到时候有钱了多买点。占地，嗯，早晚不等的事儿。你占地，你买不得搁那个自个掏钱买吗？这多好啊！这家伙我还穿踏拉板回来呢。你可真行，那懒到什么份儿上啊？我这搁医院出来的话，懒到什么份儿上？我这我爸给我打电话，我说我赶紧回来，要不然我跟你说我这，哎呀妈呀！今我问你婆婆你回来不是？那你老丈母娘呢？那什么，不真不走了？真不走了？那回来小这玩意儿干啥呀？在楼上吃喝用，玩呗。这楼上不也没有酒？那人家那店就扔下了？不干了，不挣钱。你妈！赔倒撅，一天25房费都挣不出来。哎妈呀，赔了，这点养老本不全赔里了吗？赔里了，完之后就上这养老，正好。哎呀妈！嗯，咱家这有孝顺孩子，没法整。那也不光你老丈母娘自个，那不还有小舅？啊，这我养活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嗯，定死了。这个真有本事，这我儿子可真能了，真孝顺，是不是？孝顺，我也指点占地钱呢。哎呀妈，你这话你可别搁咱村说呀，让人笑啊！笑啥？都得夸奖我人格高尚。还高尚呢？那不养他妈养他老丈母娘，那就多高多高的情操啊！我这舍弃了多少我都。哎，整整那玩意儿，整还养老丈母娘，没听说过。哎呀，儿子，你好了，刚才小姨给你拔针了，哪儿疼？你刚拔完？哦，哪儿疼啊？啊，就那儿疼了。来哭一哭啊！哭了吗？你咋哭的？你告诉爸爸，你咋哭的？你没声啊？你咋哭的？咋哭的？你给我告诉爸爸。妈呀！我想你，咱戴口罩，按电梯去。啊啊！嗯，好。回家吧。哎，我儿子终于好多了。凉快凉快啊！哎，出汗了。要干啥呀？我看看你多沉。哎呀妈呀！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再下去呢，完了你再上来，我看看这段掐了，别播。你再下去，你再上，我看看。完了，哎呀妈，200斤，喜提200斤。儿子，你上去，妈妈看你多少斤。我看你多少斤。
25.3，你也没瘦啊。你再闪一下，老大哥。再往前点。再往前点的。嗯，对。你说还25.3吗？你也没瘦、啊。25.3。皱眉，你没瘦不是好事吗？你怎么还皱眉呀？就是啊、嗯。我怎么这么胖呢？不行，我得减肥。你怎么搞的？你过年过年就你胖了。你呢？我没胖啊。你确定？那你瘦。我天天跟他折腾，我还能好？可能吃饭太应时了吧，一天三顿饭。可能是老丈母娘做饭太好吃了。哎呀妈、啊！张嘴呢？你问姥姥给你做啥吃的了？啊啊！做的搁那儿呢。等着啊，一会儿姥爷给做好了啊、哦。你给做的啥呀？煮个小面条，一块烙些南瓜饼。哎呀，哎，哎呀，你看，哎，往嘴里吃呢。看那个面粉，我给你找找，他有自己的面粉。人，让爸爸抱我干啥呀？看烟花呀？他现在没有放人了。这一天，你咋可乐意看了？这个真，哎呀，妹妹，还有呢，你找姥姥。你起来好好找，你找姥姥。奶奶。你找奶奶。奶奶。你找太太。奶奶。你找妈妈。妈妈。你找丫丫。妈妈。不对，丫丫。刚才大壮回来偷摸跟我说，说我公公给我爸买了2条中华，哎呦我妈，说花了1000多块钱，我当时我下巴我差点没惊掉了。哎妈，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啥呀？再说了，你说有。买啥东西，自己家人没有旁人，我说那个你赶紧的让爸爸那烟退了，我买点啥不好啊，你买那么贵的烟他干啥呀？你说完了，大壮说我老公说我爸没抽过啥好烟，说那个我爸在这块吧这么长时间，说本来寻思过年来聚一聚，哎，轻松轻松，没寻思从来然后一直到都走了，一天没歇着就整孩子伺候孩子了，说辛苦，说他这个孩子有病了也没帮上啥忙，就我爸我妈忙前忙后的，就是我老公觉得挺不好意思的，然后说给我爸买2条烟。哦，我说买烟不至于买这么贵的吧，那也太贵了。我爸那时候就是来这次给我公公也是买的烟啥的，因为我爸说我公公年纪比他大，属于哥哥嘛，那看来哥哥家那能不买点东西吗？就是这样式的。但是我老公也别买这么贵的，哎呀，我就说这给我爸都抽不好，我退他得了，哪管你说有这钱，你换2条便宜烟还能多抽一段时间呢。哎呀，王大壮就说我老公不同意，说拿的就抽了吧，抽就抽了吧。我说妈，可以后可别买这么贵的，太吓人了。